夏天真的特别好，瓜果梨桃都熟了。今天带着小丝带去他们大娘家的果园里面去摘杏去。带着小丝带的口粮、奶粉、奶瓶。你也放一边。嗯，好的。还有你的水杯。大娘，我来了。大水。哎呀，好久不见，想大娘了吧？哎呀，哇塞，你看好多的果子，金黄金黄的都熟透了，我先摘一个尝一尝。嗯，好甜呀，都熟透了。大森快尝一尝。好大哟。好大哟。爸爸，我要喝奶奶。哎呦，你终于饿了，你那个精力那么好耶，我都停不下来，把我都给整累了。小丝带的活力可是从小就积累的。现在天气越来越好，我就经常带着孩子出去运动运动。出去玩的同时，提升孩子的保护力很重要。作为比陈桂囊更严谨的实证派宝妈，大巴摘的多不多呀？放篮子里边吧。提不动，都提不动了，快装满了是不是？嗯。再把这一个摘下来。大森，看哪个好看，大家送给你啊。那个。哇塞，这么多可爱的小动物，你看多好看。大森，你看这还有一个大兔子呢，好看吧？好看吧？还有一个篮子。还有一个篮子呢，可以放水果，可以把你的好吃的放里面。大森，大娘家好不好呀？那我们在这边玩一会好不好？好，那跟大家拜拜喽。拜拜。